女性感染常找上门，这些原因都是关键。冬天大家不是很爱泡温泉，回家之后就觉得很奇怪，就开始有些分泌物，去看医生还用那个塞剂才好。医生说其实温泉水里面的细菌可能造成感染。霉菌它的感染有两个要素，一个是潮湿，一个是抵抗力下降。如果细菌性的话，跟男朋友有关系，有可能他从别人那边带过来的，或者是从你的肛门这边带过来的。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